半年之内的，然后这种就是半年之内的，到升官那里绝对可以的。那最终目标会打算到200亿出去外面，那一个循环。这个可以怎么看？看到煤炭，我们现在进去没有不能看到煤炭，进去有看到煤炭，不止看到煤炭，还看到斜坑。看到几个矿工挖过的采掘机，所以以前挖过的痕迹，那就很有价值了。100年前挖过的那个洞还在，而且那工具还在里面。很有，对不对？跟奥地利萨尔茨堡他们在挖盐矿，挖矿，人家那盐矿水质多少？